我刚刚得到一把不错的随身武器，这样子我就以后不用那个主枪再抓一把那个近战散弹了，就是怎么就是散弹枪啊，随身武器是能多好？是不随身我现在为那个双管散弹的，而且是特化的。双管散弹只有两发哎、欸。可是至少你身上再背一个狙击枪和机关枪的话，你去等到敌人接近的时候，你还有散弹枪可以用啊，不然就你说狙击双啊。你管是，散弹是随身武器哦？对啊，有这种东西哦，不是只有手枪吗？没有啊，它是随身武器，而且子弹也是无限的，而且杀伤力很比一般的手枪还高啊。不这样子，我身上就不，我主枪就不用再拿那个散弹枪，我就要拿随身武器来射就好了。如果装备又齐全的话，应我该忘会记是最了。强的战力。清洁工应该是，清洁工是负责拿垃圾的，那那个操作者是开车的。好。我可不负责拿碰垃圾，哈哈。你拿的时候拿得到吗？不然你继续看啊，不然你继续看啊。反正拿就走的对，懂你要去哪里？哎，真的？你们的背心和零食都买好了吗？OK 的，这是防弹背心啊，备用的份。上车吧。他这后视镜是假的，真的很讨厌呢。这样我要怎么看后面？还有一个。Throw them in the compactor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one.
只好用 R3 倒退。那时候车开起来有一种软 Q 软 Q 的感觉，会吗？对啊，那个悬吊很软。来，我来倒车，后退，后退，后退，慢慢来。对，哎呀，停停停停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条路我来守，那你们守后面，等到好的车再叫我上车。后面会有人。我就射死他。到完了吗？那就走吧。还有两个地方。先把那个加油机先打爆。我觉得是先来这边啊，不是应该先去另外一个在市区的地方吗？它是随机的。我靠，跑到制高点。我想说要开进去给你们。只后面有一只敌人了，敌人就交给你解决啦。就拿了吗？应该可以上车了，剩最后一弹。后面的敌人我射不到。有了，这车都上来了，上车吧。车这么大一台。还有五分钟，时间够了。撞上，
trash and come to the warehouse under the LS freeway.对面箱子有人来啊！还好我有事先放地雷。原来你已经爆，我想到他怎么会爆。准备不用事后放地雷，还是我放得太远了？而是从面向那个方向，我可以守住。哎呀，后面有人守啊！你去守后面吧。在后面放两颗地雷。哎，可以上来了，可以上来了。我前面有放地雷哦。听声音就知道了，可以吗？前面还有追兵哦。追兵不用担心啦，他们追不上的。他们开是绿色的修理车。对了，车敢这样用撞的，是蛮猛的。哎呀，我们坐前面根本射不到后面。对啊，因为窗户只有前面有。有一点开太快，刹不太住。哎呀，我们已经出来了吧？不知道啊，这关不是大魔王吗？places with beaches that are otherwise attract a snowbird like me. Okay. Okay. Good. We got the Molly. Keep on moving. Come on, away from here. Go for it. 感觉这样拿毒好臭，然后拿那个毒品有垃圾味，还有大便味。好恶，也是啊，吹佛，感觉吹佛就很喜欢。吹佛不能用常理来判断他。为什么每次新发都不见了？